确实很不容易，我觉得这是陈建斌最大的梦想。今天能够历经那么多的波折，能够公益，能够走入电影院，虽然之前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、小小的成绩，但是毕竟我们是姜子牙，能够希望遇到更多的钟子期，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部电影，能够喜欢它。其实我还是想说，我更想说的是，我很感动，就是这一路走过来到今天，现在在座的每一位，因为你们真的是在百忙之中抽出这个时间，拿出这个时间，愿意坐在这里来看这部电影。然后我跟陈建斌都是特别不善言辞、不善交际的人，平时呢跟大家可能一些交往啊、一些聚会啊，都真的比较少。然后当主办方跟我们说，可不可以邀请一些圈内的好友来看这部电影，其实我们心里面是很忐忑的。我们觉得因为大家平时联络不多，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来捧场。进谢谢。我觉得今天大家能够来这里，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，一个好的作品，一件好的事情，不是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好的。谢谢你们今天能够来捧场。谢谢谢谢，蒋老师比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激动。谢谢谢谢。我很感动。甚至当最后一个镜头，这个勺子穿行在人群当中，迎面走来，经过那些人群和小孩的时候，当我意识到这个有可能是这个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，我是有一点点不舍的。我很想看一看导演最终是否能给我们再多拍一点点结局，再多给我们一点点答案。当然我知道这个可能是建斌他也不能够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，但是因为我这样的一种感受，所以我想我是完全被他带入到他的思想里去。